我们今天来到了乐购，然后目前两台都没有人在打，所以我们来试一下。因为我刚有打右边那一台，我先打一次，然后我看里面是没东西，就是都是一到三星的。那我看一下我们这台有没有四星或是五星可以打一下。但我看这台有道具机会，我猜啊，没人的话可能应该是有可能，你知道吗？就是。谁说的？谁说的？你看，你看，出来了，我们还在那边有可能，结果你看，是你二十大碗啊！好了，那我们就打看看吧。哇，这个大草是怎样？终极大草哎，也太好了吧！结果选的蜡图不是，这个太好笑了啦，全部三星耶，暴鲤龙吧，我觉得暴鲤龙好像还不错，它颜色都一样的耶，三剑客是不是？来了，我们选一下暴鲤龙，看看有没有机会出这一只二十大王吧。二十大王要不要来跟我们对战呢？获得了一张，下面还有一张没有人拿，是不是那一只？来，杰尼龟，应该二星的吧？哎呦，居然还有尼多后，刚刚好像有看到小图，还是没有，我忘记了。虫系的话，我们就直接派个超能力啊，不要毒系，说错了，毒系，毒系的话就派超能力啊、我觉得我们的拉蒂欧斯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一切的，现在蛮强的，真的是不要小看拉蒂欧斯。我再派一支紫玉剑，拉蒂欧斯居然可以在这里，哎，没什么人，还可以遭遇这一只二十大王。我们在拍这个的时候，左边都好像比较慢一点了，大家的右手惯用手速度都蛮快的，每天在练习，对啊 ，everyday 练习，能不能秒杀？没想到尼多后跟这杰尼龟会撑住，我觉得有点故意，但我觉得可能搞不好等一下我们右边啊会先抓下来，然后出个交换，然后我们的二十大王可能就跑出来了，也是有这个机会。我们凭个感觉啦，来了，今日丢出去的第一颗球，希望可以捕获到这一只尼多后。Let's go， 精灵球，精灵球捕获尼多后有，应该是有一个，两，看起来是没有，会不会有交换？没有，杰尼龟怎么不出交换？太可惜了，这绝佳的位置哎，来，有没有杰？哦，居然让我们幸运的遭遇了强大宝可梦的气息。靠！哦，来了，谁呀、啊？我们的二十大王子。哦，武士呢？这场的几率大大的超级大提升。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搞不好我们等一下会出个。好，我们等一下兄弟来了，我们的朋友大前辈哥今天会不会搞不好就来帮助我们一场就下这一只二十大王？有我们的拉蒂欧斯，一二三，一二三，哇，没有，按到十分努力。这波龙应该对二十大王没什么痛啊，那右边这只尼多后也差不多哎，那两只防御不一样吗？没有啊，结果造成的伤害都一模一样，也是蛮奇怪的。一二三，一二三，都是得，为什么我们现在按这个好像都不太行了？而且我们这一次的 Rush 鱼蛋的机，Rush 鱼蛋的这个救急对战，我们的救急对战是基格尔德啊，我们这一次的黑卡是基格尔德，不过我觉得我不一定会抽得到就是了。哎呦，我们的拉蒂欧斯直接今天带了非常多的五星宝可梦出来啊，每一只应该都可以用到。Let's go, bro！ 二三。哦，我们这一次非常准的，比刚表现还不错，可能越来越熟练了。真的是要靠我们迷你 Q 了。没事，迷你 Q 你撑住，开个力招式。我忘记了，迷你 Q 很久没有开力招式，下啊，按错了，我刚下下，真的是下，我刚刚下，所以代表什么？这一只二十大王要下卡了啊！我相信我们的技术运气应该是成分蛮高的，有没有看到这个？我们的实力顶尖，直接秒杀这一只。好了，大家哥有没有来？没有，没事。那我们就靠我们刚刚下的那一只暴鲤龙推球 ，Let's go。OK， 超级球，啊，
超级球啊！大家顶住，顶不住。好了，那我们直接来第二场了。今天我们的第二场，兄弟，能不能帮助一下？有道具耶，求一个球，没有，是什么？暴鲤龙。OK， 我们刚刚选下一只三星暴鲤龙，现在又来一只四星的暴鲤龙，怎么那么多暴鲤龙啊？哇，来了，我们的暴鲤龙是不是？比个赞，四星暴鲤龙，呜呼，非常顺利。今天不是来捕获这个二十大王啊、哦，我们是专程为这一只从鲤鱼王可以进化成暴鲤龙的宝可梦，我们三星四星都拿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区别好了。HP 上面三星的是157，攻击132，防御85，特防107，速度87。我们要先拍一下，然后等一下再看。看起来是四星的比较强啊，大家刚好看我看到吧？四星还是比较强，四星的是防御95，特防119，对啊，有高一点。然后暴鲤龙三星的是用这个冰系，那我们四星是用水系。哇，出这两只很糟糕呢。对我们来讲，这一场可能因为三二的话很容易什么都没有。对啊，所以啊，算了算了，没事啊。那我们就派一个，赶快把他们击倒。哇，等一下一轮我们就开始派四星的好了。哦，用一些四星的宝可梦了。好的，来到我们的三二捕获机会。那这个应该比较难出交换机会了，我们这一场应该是不用太过于寄望什么东西，就是放松打啊，我们这一场就是放松打了，捕获德卡侠。哎呀，怎么会这样？不过还有遇到第二场也是不错了，好吧？感觉那个蒂安西他的眼睛呢、啊，很像是红宝石组合而成的，然后头上有一个爱心的一个超大宝石，又是你离多后。啊，我们这一场不要打好了，我觉得不会下，我们直接打第三场。来了，兄弟，我们的第三场了，来一个球啊，没有，哇，怎么一直都是瞄准镜？哇，这个很，这个全部都哇，不知道怎么想。大家知道我的感觉啊，感觉这二十道我们可能打十道也不会下，我们尝试六道就差不多可以了。嗯，我们刚刚是选下哪一只啊？雅雅、波波、尼多兰。好了，那我现在我觉得尼多兰应该是不太会出交换，还是把这只选下来好了。哎呀，好惨啊！才第一场对战到而已，第二场、第三场好像要共估了，怎么办？哦，两只尼多兰哎，也太糟糕了吧！啊，又是你！哎，啊，怎么两场都是这个？啊，我的妈呀！连续两场都遇到一模一样的。来了，我们的空过一场啊，两场了，都是二三，哦，还来了强大宝可梦的气息，也算是给个机会了。哦，终于遇到你了，我的妈呀，空过了第二场、第三场还有遇到你，但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捕获到，就是了。来了，终于遇到你了，二十大王，我的妈呀，有我这个啊。由我弥陀来帮大家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推一颗大师球，我有十足的把握，大家就看我表演了。哎呦，哎，还没死哎，哎呦，我们两只还撑住哎，有料有料，大家会分这个35，奇怪，我最近按这个50好像按不太到，怎么办？哇，士气已经来到了700了。真的没什么伤害，毕竟我们真的没喝到啊。看起来我们两只要去了，来，我们准备拿出我们的四星了，因为这个真的有可能，我觉得我们的戴欧跟暴流应该是要撒尤娜娜了、哦。设置搞裂卡夹，哎，就是你的格斗系的，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快投，然后结果没下达赫嘛，后来来了一只，阿尔宙斯，非常的奇妙的缘分，我们还是。跟这个阿尔宙斯比较有缘的、啊，跟达赫好像真的比较没什么缘分、啊。目前我也是没捕获过，我的进度应该已经差蛮多了，因为大家我看群组啊，还有社团都已经有些人已经全土很久了，甚至有人一开始就全土了，速度很快啊，不像我们已经打了一个多月了，还在差那么多只，我们的进度已经严重落后。
但幸好上次好捕获到一只阿尔宙斯，但这伤害好像大家有仔细的看那个二十大王嘛，他其实长得蛮可爱的，嗯，他的眼睛是有四颗眼睛，是不是？上下有两颗，各两颗哎。我记得他是从这个旧极异动出来，然后去破坏某一个地区啊，然后好几只设围的这个二十大王在那边破坏。那个原作也是挺有趣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宝可梦的原作。这一次宝可梦地平线是真的蛮好看的。哦，我们的士气已经来到800多了。来了，请大家帮我们喊顶主，好不好？顶主啊，兄弟，不、哦，嗯，啊，不用顶主啦，大家，啊，哈哈哈哈，前辈来了，就像我第一场讲的，我刚刚是不是有讲，我会投出大师球？投出大师球就看你弥陀哥好不好？给多大赛哇！我们第一次捕获，哎、欸，没有，这是第二只了。哎、欸，这是我第二只哦。啊，为什么我会说我的第一只？因为我的那一只，我原本在我不是有捕获到一只立刻捕获的二十大王嘛，在之前，然后后来被我们小弥陀直接抢走了，也顺利的下卡。哎、欸，这个血量真的是非常的高，366、386，但它攻击是不怎么样就是了。但我觉得我们这一次非常可喜可贺。就在没人呢、欸，没人的时候，喂、欸，下了一只，哎呦！但可惜的是，我这一次好像没有带coin，没有带这个卡套来。如果我们这边有人可以支援的话，但目前我们高嘞旁边都没有人。好了，非常的幸运，这一次可以幸运捕获到这只五星二十大王。好，那我们在这个底下留言二十大王，我们就来抽一只四星的宝可梦给大家了，好不好？4月30号，那影片就要说到这边了。喜欢我们的频道，请记得帮我们点赞、留言。分享，开启熊蛋。嘿，好幸运！不要下班好吗？